无语过后 ，Kipling 上新，林依晨成神带着全系列仲夏包包来了。比利时时尚品牌 Kipling 延续 Live Light 品牌理念设计，推出仲夏四大新品，即日起陆续在各大通路上市。凯普林包包的设计理念一直秉承着拥有一颗永远年轻的心，鼓励大家鼓励年轻人在忙碌中也能保持好奇，追求和探索自由快乐的生活。正是因为这个理念，凯普林包包特别喜欢使用跳跃的色彩。该品牌旗下产品以抓皱尼龙面料的包袋开拓市场，这种面料相当适合城市生活及出游。正是因为该品牌传递快乐，并且广受各年龄层欢迎，时至今日 Kipling 已成为国际品牌，产品在全球超过80个国家拥于7500间商店和网上销售。这次 Kipling 在台湾的活动当中特别找来了 One 心目中的成神林依晨，甜美清新的形象为春夏注入了一个活力，真的跟品牌 Live Light 精神非常搭。